景浩，你回来了。有事吗？谢谢你今天愿意出来保护我。不用谢，不管是谁，我都会这么做的。我知道，一直以来大家都挺喜欢我的，可是我也知道那种喜欢就是普通的喜欢，可能没有一个人会在我遇到危险的时候站出来。你是第一个真正会保护我的人，所以。 这个送给你，我自己折的。不用了。很灵的，只要你向他许愿，就一定会实现。对不起，我不相信折纸星星可以实现一个人的愿望。那你为什么不相信护身符可以保平安呢？护身符保护不了人，但是送我护身符的那个人。 即便他连保护自己的能力都没有，却依然很努力的在保护我。所以在你心里，我还是比不上韩非，对吗？你错了，我不会拿他跟任何人去比。你也不需要，早点回去吧。